我现在收到了四间大学的 offer， 收到了四所英国大学的，都是商科比较出名的学校。加拿大我现在目前收到了两所，是约克的舒立克商学院， Western 的 Ivy 商学院。现在是三个 offer， Western 还有 McMaster 还有 UFT 的 Mississauga。 我收到布鲁克的会计专业的 offer。我现在收到了有 Western、 多伦多的 Rothman Commerce 还有多伦多的 Scarborough。 我现在收到的是一个多大的 Rothman 商学院，还有多大的社会科学，还有一个是 UBC 的科学。现在收到五封 offer， 四封都是来自英国的，加拿大的是麦克马斯特。多伦多大学我申请的那个工程项目是最具挑战性的，他去年的录取平均分是93分，还收到的很早，就2月初就收到了，我当时真的好激动好激动。 CIC 的标语不就是 Total Care， 全方位照顾你，很专业，然后就很放心，就觉得哦，他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切，然后我就学就好了。他们都是非常的尽心然后负责，他比较注重一种全方位的发展，很多的爱包包围着你，就不管我们是来自哪个种族的，就是打得特别特别火热的那一种，和老师像做朋友一样的去交流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。妈妈，你要相信你的女儿很棒，没有人能欺负她。很感谢父母能把我培养到这么大，他们是非常supportive， 他们支持我任何的决定。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更多了，能尽量好的照顾好自己，就不要让他们担心了。就是平时不一定会那么露骨的说我爱你们啊，怎么怎么样，但是我心里是特别特别爱他们的。就觉得爸妈为我牺牲很多，所以我一定要努力，然后回报他们。学校的老师真的都帮助了我很多，整个学校我觉得 every department 都是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。老师同学都是非常友善的，我现在很开心，有很大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。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学业上给我的帮助，我也很感谢 ROP 这个团队，包括我们的指导老师 student development 主管，培养 leadership skill 这方面给我的帮助也很大，谢谢他们。